我相信阿姊，足紧就会跟咱一家伙仔团圆啊！哈，嗯。啊，你是有找到无啦？我换起来衫嘛找啊，包包嘛找啊，哪拢找无啦？啊，你到底是有认真找啊无啦？我有认真在找啊，啊，就是找无啊。你敢是跳高的？一出开车警察来的时阵，你就应该跟我讲啊！我坐珍珠遐多年，我受偌济痛苦，偌济折磨，你都看得眼内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安尼对待我啦？我不是跳高的，好不？我嘛就想要珍珠会当倒转来啊！我是好运呢，想讲哦，今日去王平，才甲伊又想讲要看卖者，我哪会是跳江的啊？你一定是跳江的啦！大姐啊，你莫甲拜托了无？我唔是跳江的啊，我唔是跳江，老公，你别小心我，我唔是跳江，我唔。是谁把珍珠的养母电话给你的啦？啊，就是警察啦！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。我的珍珠啦！你慢慢讲，你听我讲，就是讲我把你啊全部变坏哦，莫来找你警察啦！你等我，过来坐，你等我。你进去啦！我就是我的珍珠啊，我的大王爷啊！菩萨，人咧讲，因为功劳较大天啊。我已经有妈妈，所以我无需要什么亲生妈妈。我只希望我妈会当平平安安的活咧。我甘愿一生拢莫甲我亲人见面，来交换我妈的健康。那做才好，你袂用个予我希望，阁予我失望。我恳求你，你一定爱予我找到我的珍珠，那无我的心是永远袂平静的。啊，你面色无啥好嘞，啊，拄则甲菩萨讲啥？我甲伊讲，只要阮妈身体会当平安健康，我甘愿一世人拢莫甲我亲人见面。哎，不，等，你这逻辑有淡薄仔怪掉呢。啊，所以讲，你妈若是无健康，你都愿意甲你亲人见面咯？你咧菩萨那听有啦？不是我，哎呀，我唔管啊，只要阮妈会当平安健康哦，其他都无重要啦。那遐拄好，搁拄到你呢，阿姨。啊，是安怎是哦？有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我妈身体无好啦，我来这替伊求平安。哎呀喂，
看你遐尼啊艰苦，我嘛就唔甘咩。阿姨敢会甲你抱一个小小的？会用啊！来啦来啦！哎呦，这么好的查某囡仔哦，心灵一定会保庇你妈妈平安无代志，哈！阿姨，你今仔就温暖了呢，互咱咧抱一下哦，我的心情有比较平静，好真多啊！多谢你，我嘛不知影是为虾米哦，我一看到你哦，就敢若看到我家己查某囝同款啦。我逐摆来庙的哦，嘛是替伊求的啦。阿姨，你真就爱你查某囝呢，有你这个妈妈，真就幸福的。啊，不过，伊即马就无伫我的身躯边啦。阿姨去倒啊？阿姐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。哦，不要紧啊，你若是无方便讲，就莫讲。我相信有阿姨安尼替伊祈求哦，无论伊人伫倒，一定拢足平安的。我嘛是安尼希望的啊。伊无伫身躯边哦，我逐工拢足想伊的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想咧想咧。就看不出来了。不怪人咧讲，天下父母心，妈妈就是喊你爱早嫁。做早嫁嘛是同款啦，敢不是？当然啊，妈妈是上重要的，好不？是啦，阿姨相信我。你遐尔啊友好的查某囝哦，妈妈一定会健康无代志的，哈。多谢阿姨照顾。哎呦喂，上网卡嘞，拍摄我一定爱接，跟你讲哈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。拜拜。那顶下个阿姨何时才拄着啊？对啊。哇，我不了缘嘛。对。哎，走，走走。阿爷，阿娜，你会找到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随你回去。好好好。